干脆让自我暂时放飞，让暧昧味道疲惫，一动情无路可退。阳光明媚成就花开富贵，这般简单纯粹，不理不会不悲不转不亏。第一次见面要多带礼物，老年人注重养生，营养品必不可少，水果和鲜花也是必备品。有人说，人生就像一块和了稀泥的土壤，泥泞难走。那些让人头疼的生活琐事，如同溅了一身的泥点子。然而，我们要相信，不论这块土壤多么的泥泞不堪，终有一天，终有一人，会在这块土壤之上播下一颗种子，生根发芽，参天蔽日，惊艳了你人生中最美的时光。